空气试验台在做高精度清洁度测试的时候，需要用到离子计数仪。当设备开启以后，我们首先要把离子计数仪电源接通。离子计数仪电源接通以后，首先要进行自静。自静有4秒钟，这4秒钟它是把这个设备内的尘埃进行了那个过滤，然后再将设备的引出的这个管道接入设备，接入离子计数仪，然后这时候就是我们管道里面的尘埃数，然后根据这个尘埃数来确认我们过滤器是否将空气完全过滤干净。一般情况下，行业里面有一个参考值，如果大于参考值，说明这个产品不合格。产品试验完成以后，会打出相应的数据。离子计数仪的试验结束，关闭电源。